星圣诞演唱会一连举办两天，15日揭开序幕。十多位艺人接力开唱，其中主持人兼歌手的黄子佼首次在舞台上唱自己的歌，心情超激动，特别感动。谢谢在场的朋友，这是我第一次，30年来第一次在这种万人面前唱属于自己的歌。我的同学不再是同学，是孩子的爹。我的同学他一家糊口，满腹吃喝拉撒睡。公开演唱的李玉芬，低温不怕冷，穿着中空服装性感现身，带来的歌曲不意外，大家都会唱哦。分的表现有一点点不够好，接下来压轴登场的小天后邓紫棋，这个铁肺保证把你吓坏。说的对，真的太喜欢啦。